打我这么狠，还要和解？哦，三个红牌，这一下不就有打头了吗？来吧，兄弟，对炮，来对红。神破哈库鲁克的句子，不跟我对红了。今天不是兜了，今天是无了，看来我都滑车小样先哎，落地了，我的妈，落地了，啥儿就招式多，一招先吃遍天，万法不由人，开局电冰箱嘎冰了自己一下，啥儿哎，这怎么打玩的，哎完了呀，这一下我的创立班责任全在我的创立班上了，没事，开局先给一个老六通灵，这我没看懂啊，没抓到，没事，一下，哎呀，不疼，你说会疼吗？其实不疼，啥？来 ，come on， 起立，一刀两刀霸体开，顶掉了，一。管你呢，你不就是伊邪那美吗？这不是拉断你的伊邪那美？火遁！看来这一场终结谷之战是班与班之间的对决啊！后面的两座雕像，我代表初代。火遁！烧走了，我把你开，直接土攻！来，别慌，稳定好，等他，躲掉，拍起来！起身，我大招走了，我走掉了，就这么气，你说你气不气？一二三，那按摩就行了，和解个屁呀、啊！你打我的时候这么狠，我现在给你和解，你扯啥呢？打我的时候你可是没有留手啊！神破哈库鲁库鲁句子，走你错，没事，再见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再见。